通过e-环球呢，我可以让更多的人白手起家，更有开阔国际市场的发展线，让我以无资金就能够把事业拓展到世界各地。e-环球让我看到新的希望，让我传讲营养免疫学无国界。e-环球协助我创业所需要的资源，让我拥有全球代理权。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有保障的，因为我看到了我的未来。从早到晚，我的孩子以及我家人都在使用e-环球产品。e-环球它已经融入我们的家庭生活，它是我们家族生活的一部分。因为e-环球可以让我们年轻人在40岁之前就拥有财富自由。eLead is a bridge that helps me to bring health and wealth to my friends overseas。我开过店，深信无论做大事业还是小生意，选对合伙人都是成败的关键。e-环球的诞生让我看到未来，国际非正式电子商务，还让我实现我的梦想。e-环球是我的生活，我的最爱。不但让我敢梦，还让我有能力回馈给社会，为自己创造一个美满人生。它结合了目前与未来的趋势，也就是赚钱的市场、健康的市场，还有美容的市场。家人的支持、团队的陪伴与鼓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世界上有很多人等着我去分享，而且他现在拒绝我，不代表以后没有机会哦。伙伴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如果我自己都没办法克服，又怎么来协助他们呢？ My dreams of achieving time freedom and financial freedom makes me persist on in this business。 你就好咯，有父母把事业传承给你，这是让我听得最有挫折感的一句话。但是我也从前辈的身上学会了自己的事业不要死在别人的嘴里，所以我更加的坚持以自己的行动和成绩去证明我也有能力把这份事业发展得更大。跟着赵飞博士的脚步做就对了，只要想到我的父母和孩子，就会给我力量继续前进。回到家呢，看到孩子啦，看到先生啦，看到他们那一种的期待啊，就是那一种的寄望啊，所以就会跟自己说，哎，不能这样，就是一定要呢坚持起来，振作起来，继续往前走。我深深感受到疾病的痛苦和渴望健康的无助，我希望能够尽我小小的力量带给身边有需要的人希望。e-环球是一份传心传爱的事业，它值得我付出与坚持。当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互相扶持，互相鼓励。e-环球也让我们看见了不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The future of my family gives me the persistence I need in this career. 每当我身边的朋友以及家人因为赢回了健康而对我表示谢意，谢谢你 Eunice， 就是因为这一句话让我坚持走下去。我就会告诉自己说，这只不过是暂时性的，在这份事业我完成了很多的梦想，相比之下这些挫折变得非常的微不足道。我的推动力来自于我的家人，我希望我成功的速度比他们长大跟老化来得更快。我们还有很多的梦想还没有实现，他们还在等着我成功。我的父母渐渐的老去，我希望在他们有生之年，我来得及可以给他们最好的，这就是我的推动力。爸爸就即将快要退休了，所以我更加要加快脚步，希望可以让爸爸得到一个更优质的生活，甚至可以帮他圆他的梦，所以我在这条路我一定会一直不断的坚持下去的。从事e-环球这个事业，难免在市场上会被人家泼冷水，难免遭到拒绝。当我遇到种种的挫折的时候，我会想起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兄弟姐妹，他们让我有勇气坚持下去。这份事业让我的生命更有意义，所以我一定会坚持走下去，加油。 Of course it's my mentor who have been supporting me throughout this career. Thanks for not giving up on me. 当然是我的父母，因为他们我才接触到营养免疫学和e-环球这份事业。妈，谢谢你让我有机会可以跟最爱的人一起工作，一起生活。老婆，辛苦你了，因为你的支持以及鼓励还有你的信任，让我能够更坚持的在这个事业打拼。Thank my team and also my customer for their support.
and also encouragement, and also for seeing a potential in me. 我的上线，因为他们让我更有勇气呢去过我生命非常多的关。我的太太，因为她的坚持，改变了我的固执，开拓了我对这份事业的看法。现在的我们，可以一起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人生。当然是我最亲爱的先生，因为有他的加入，让我们一起创造一环球事业。是我的太太，在我们生活最苦的时候，在我最消极的时候，都是她在我身边不断的支持我和鼓励我。她乐观的态度深深影响了我，让我更积极的面对各种的挑战。我的上线，因为她让我从一个很固执很高傲的人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而且在这一路上她一直不断的栽培，不断的辅导，不断的鼓励我，让我一直不断成长，不断进步。我的上线，我的团队给予我的支持还有信任，让我走到今天。 Each and every single soul that I have come across in my life, they are the catalyst of my growth. 要感谢的人很多，却忘了要感谢自己。我感谢我自己选对了一环球，勇敢付出造就了今天的我。一环球让我认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好朋友，我的伙伴，我要带他们勇闯天下，天天开心赚美金。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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